浩辰，你知道雏鹰不离开父母的羽翼，永远也不能成为翱翔九天的空中之王。唯有凭自己的努力来获得一切，你才能真正拥有骑士的荣耀。我和你妈妈要去履行一个很重要的约定，以后你一个人也要好好修炼。我一个人？爸爸，什么意思啊？既是你的优点，也是你的缺点。以后爸爸妈妈不在身边了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你妈妈都要走，那为什么不能带上我？不要哭，这只是暂时的离别。不，我不想你们走。从小到大，晨晨从未离开过我。星宇，我想留在这里。浩辰背负的使命，不允许他软弱。只要你留在这儿，他心中就会有惦念，就永远也无法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。晨晨，晨晨。晨晨乖，不要哭了，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？晨晨答应过妈妈要努力成为强大的骑士，然后保护妈妈，对吗？
我们该走了。放心吧，灵炉已经融合完毕，他没事了。浩辰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和你妈妈已经走了。你已经是个男子汉了，要坚强起来。以后你能依靠的只有自己。